孙文是谁啊？你以为他会帮你？他是要为革命党筹款，筹款必须到你父亲我。我这里还有20元，你可以拿去。先生的革命好像有7、8次了吧？9次。所谓革命，只是先生的个人理想。我经常在想，如果革命真成功了，会是什么样子？您难道从来就没怀疑过自己吗？或许你想象的永远无法变成现实。看来在我的潜意识里，从来没想过革命会真的成功。我敬仰先生，并不是因为先生的革命，而是先生坚持到底的精神。换了是我，可能早就放弃了。先生可是想模仿项羽投江自尽？大清悬赏先生的人头已经高达70万两白银，先生的命值10万英镑。你需要我的人头来帮补家用吗？从大清宫里传来的消息，有许多的密探被派往了海外。这里又不是大清国土，他们还能在这里明目张胆地抓人？孙先生，您从徐家不辞而别，看来是为了帮这群华工闹革命。我一棍打断你的腿，你信不信？不就是死吗？人活着都在等这一天，我也在等这一天呢。孙先生，你就不怕死吗？生与死都是天命，怕也没有用。他们之所以用70万两白银悬赏我的脑袋，正是因为怕我这张嘴。哪天清政府真的把我杀了，你把他们拿去出版，肯定比我写的三民主义畅销。先生果然不负孙大炮之名啊。只是革命不是嘴上几句狡辩就能成功的。你们这个是 I'm aiming at you。我不会让他死在别人的手上。孙文是我的。请问罗先生，你懂得爱吗？你应当知道，人要懂得爱别人，才能得到别人的爱；要学会感同身受，才能体会到别人的快乐和痛苦。这是小女丹蓉。您好。先生正赶来。你怎么知道有人跟着你啊？孙先生，您可不会收留我。是你逃婚逃到孙文那里去的。那么说他不会丹蓉了？干什么？从我见到这个女孩起，就一直在等她长大，等她长大做我的妻子。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你都会在我身边。原来指的就是这个。我嫁过去了，你还要用人守在我身边吗？丹蓉，他在孙文那里一住就是10几天，徐家的脸面都让他给丢尽了。你以为孙先生跟你一样那么功利吗？孙先生说的没错，你根本就是一个冷血动物，你根本就是怕孙一仙，你怕让我看到你丢脸，不是吗？不是吗？不是吗？丹蓉小姐。我可以像四姑一样跟着你去革命，像四姑一样照顾你。这么快就到了？你是孙先生的护士。先生是医生，你不知道吗？我是在当医生啊，医治我的国家。革命就是我开的药方。喂，这回有钱帮不了你了。喂，我只是担心我自己坚持不下去，如果真这样，那就什么希望都没有了，连活下去的希望都没有了。
跟了你十八年了，去日本，下南洋，上战场。不当，不当，都别当！我孙文今年四十有四，竟然为母亲送终的钱都要问朋友借。这表是你送给我的，是你送给我唯一的信物。我看见他就能看见你。如果这表没了，我就什么都没有了。如果有一天你突然从我眼前消失了，我再也看不见你了，我该怎么办？知道吃饭睡觉过日子对你来说可能真的不重要，可是这些对我很重要。和你在一起对我很重要。我觉得啊，你应该为自己争取名分。等我把事情做好，我们生个孩子，我一定给你一个家。经历这么多次失败，我依然在做的就是尽我自己最大的努力，让更多的中国人明白一个道理：强大的中国可以保护你们的利益，强大的中国可以让你们挺直腰杆做人。当你们告诉别人自己是中国人的时候，可以带着自信，带着骄傲。革命成功后，先生就会成为总统，你应该成为总统夫人。其实我不希望他成功。佩克讲，他如果当了总统，他的夫人应该是一个有文化、有教养、漂亮高贵的女人，可我不是。在别人眼里我是孙逸仙，可在你眼里我永远是孙文，爱你的孙文。我知道，可是这个孙文他爱我之前就爱上了革命。我会陪着你，陪你一起等先生回来。